是的，疫情严峻之下呢，接种疫苗计划提前开跑以外，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计划预料4月和5月启动。首相丹斯里姆尤丁呼吁民众耐心等待，一旦官方开放注册之后呢，符合资格者应该马上申请打疫苗。同时，卫生部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则认为，辉瑞疫苗抵埔之后，为抗疫之路带来曙光。穆尤丁下在脸书贴文赞扬科学、公益及革新部以及新冠肺炎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让我国取得疫苗。穆尤丁促请民众耐心等待当局完成第一阶段接种计划，并尽快注册，确保接种疫苗。只要至少80%国人接种疫苗，我国就能够达到群体免疫，这对于抗疫措施很重要。完成第一阶段疫苗接种计划之后，第二阶段计划将在4月到8月进行，涉及940万名65岁以上的乐龄人士、高风险群体以及身障者。而第三阶段呢，会在5月到明年2月展开，会有1370万名18岁以上的国人和外国人接种疫苗。